陈俊华，他以一首《蝶儿飞》《霸王别姬》被海内外观众所熟悉。2011年，在维也纳国家音乐厅成功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。首先，他将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掌声有请。
一起来唱好吗？有一首歌《龙船调》，你们应该都会唱，对不对？会吗？一定是会的。OK， 我们不用排练了，我现在就开始唱，好吗？我希望你们伸出你们的手，好不好？跟我一起来，好吗？Cheers.